哎，吸什么？我把你吸出来。吸鼻涕是吗？来来。看我内衣内裤全部还没有收好好，哇啦喂！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！还穿 T 恤啊？你不懂你穿 T 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arles D。之前我就是在天猫买了一个吸尘器，今天终于到了。为什么是天猫？哎，对，我就是在帮他打广告。好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噔噔，地被除螨吸尘器哦，就是讲它可以除螨，也可以吸尘。再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中，这买，噔噔噔噔，它就是长得这样的样子。所以哈、哦，现在我们就是要来试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在公司，我们这间房间哈、哦、是一个类似每次来 meeting 的地方，可是每次 meeting 哦都是男生，所以哈、哦、是不会跟你打扫干净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因为刚好我们这里有一个沙发，所以我要拿这个东西来 test 看我们的沙发到底是真的是很肮脏还是没有嘞。好，我现在要表演一点魔术哦。喂，哦。哦，这样真的是掉在那里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来细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我只是放这样两次罢了，到底我们的这个沙发有多肮脏？哦，还是有，还是很肮脏，只是这样两次罢了，就这样肮脏了。我想象不到，如果是弄多几次的话，是不是整个满满在这里？我现在会去找我两位朋友，一个是女神级，一个是女神经级。我们想要看一下到底女神啊到底有多干净。我们现在去 check it out。OK， 我们来从对面一跳就直接到这里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要看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再强的功能，就是可以有像小叮当这样有任意门，从我们的公司的厕所进去，然后出来的时候到底会被变成在女神的家嘞？不宜迟，现在我们马上收拾好，一起去厕所。有任意门是吗？为什么你会在这边？其实我也不懂啊，我突然间从公司的厕所走出来，就走在你的厕所，所以哦，我觉得我是有。那我们试一下，看能不能跳进你的床。1、2、3。哎呀！真的可以耶，任意门。可是这么你多一只狗啊？不知道。反正我们刚才都试用过嘛，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啦。它是一个这样的东西。哇哦！哇哦，看起来很酷哎。OK， 我现在去擦擦头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细看女神的背哦，开始哦，看有多肮脏哦。喂，细什么？也太猥亵了吧！这是很多宅男的梦想，我要先做一下先。啊，你们没有，我有。这个只有说不有味道吧。好，现在我们马上来试看哦。干净哎，两个人没有东西啊。哇，很肮脏哎！你觉得这么叫肮脏了？而且里面很多头发。咦！我们绝对哦，这边有七少奇的房间，真的是在阿慈的房间。多多弄的时候是很干净的，越来越肮脏，越来越肮脏。Oh my god！ 满满的，你看，而且满成一块哦。嗯。还在内心深处哦， oh， 而且它上面还很多我的头发。还在那边嗅哎。咦耶！嗅的就是这些东西哦，不是它的味道，是这些东西，是灰尘。然后因为我鼻子其实也不太好，你看我现在又感冒又上风了，所以我觉得跟这些有关系。我帮你吸出来，吸鼻涕是吗？来来，好了，今天我们来到米奇的房间哦。我直接有点破灭了，可是不是他的错哎，因为这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。所以哦，你们鼻子很敏感的人啊，其实不是因为你们的房间灰尘很多还是什么咯，你们一直打扫还是觉得你们鼻子很敏感哦，其实是这些东西导致的。好，现在我先走先啦。好，一二三。哎，他真的不见了哎。喂，坐在这边啦。其实我有点乏力啦，我刚才从米切尔家跳来这里，我原来我梦想成真了，我可以随便跳进女孩子的房间。我想要试看哦，来你们女生的房间细看，看会不会肮脏。你来不早讲，你看我内衣内裤全部还没有收好好，哇啦喂！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！还穿 T 恤啊？你不懂你穿 T 恤。好，这样我们现在马上来试看到底我们的 Penguin 小姐的家有多肮脏。来，细我的床。
OK， 我们已经用了差不多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洗完它整个床、床单、全部东西。拿不出来，我现在很紧张。很紧耶。很紧啊。来到你这里就很紧啊。很紧啊、哦，不懂会不会跟我一样紧。你到底是要讲什么东西？我们现在是讲很正健康的东西。OK， 我现在你看你自己的，我很怀疑耶，因为它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。它不是灰尘啊，所以讲你怎样打扫、你怎样洗都好，它都会有那种尘螨，对，你看不到的尘螨。对，可是哦，你这样真的是太少了，所以我想问为什么呢？因为哦，我上个月我才搬进来嘛呀，所以这些东西是全部是新的，全部新的，完完全全都是新的，难怪啦。哦，好了，今天就。原来 Penguin 刚刚搬进来，妈的，早知道我就不要跳来找你。没有办法，可能命中注定就要来找我。所以我们把镜头关掉，我们做一些我们只能做的事情。马来西亚赚享满888就可以减200人民币哦，而且还有海运折扣199减20哦。使用 ROV Pay 支付满的朋友们，可以在 ROM 200返回去 ROM 20哦。还等什么？赶快去买吧！